你最好小心点，那就是月夜商会。月夜商会是星巡城最大的游历商队，每次往返人魔两境，运货量都是最多的，因此招揽的护卫人手也是最多的。想好了，拿钱办事儿，生死由命。 不超过六阶，不是六大殿所属，合格。这些游历商团通常不喜欢六大殿的人，所以我早已买通了检查员。只要不超过六阶，到达他们雇佣护卫的标准，就不会再检查我们的身份。没超过六阶，合格。进去。 只要我们能成功混入，就能跟随商队直入魔族，到达我们的任务目的地。快快，都跟上！去那边排队领装备。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大概就这几天。所有人今晚好好休息。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入了魔族境地，看来我们这一趟会很顺利啊！没那么简单，看前面。变成双刀魔。 这些都是月夜商会的魔族护卫。当游离商队进入魔族境地，往往都会再雇佣一批魔族护卫，确保行事顺利。人类，让开！云曼，你最好小心点。 我要把你们全吃掉！